Hello，我是江江啊，今天又到我们的开箱时间啊。OK，这个模拟器它的声音怪怪的，出不来啊。哦，没关系啦，我们就先开箱吧。300个银箱，310个银箱。我听说它的抽到好宝的几率不高啊，转成高级箱应该会比较好啦，对不对？不过没关系啊，我们直接开始吧。300个。哎，这是什么？什么东西啊？哎，等一下，它出现在下面，对不对？这个东西，它是一把手套。我们全部把它解开，然后再一次把它开箱，好不好？点，盲点。要点到什么时候啊？300个耶！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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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！耶，我点完了 哇塞，点到我手都快断了。好，我们来个开箱吧。这个要全部哦。好吧，开。啊、哦，披风，十字扣，这什么？编织长袍，你们好东西啊？什么烂东西啊？真的没有好东西啊？哦，全部打开，打开，我再一次把它看完。啊，没有蓝位了啦。这什么？蓝兔之矛这什么？哦，四神功！哇塞，抽到一堆垃圾，但是有2把蓝的。OK，我们先把这垃圾卖掉。用满了，这次有东西吗？没有，这次没有东西。都是垃圾，好，继续把东西卖掉。钢铁手套是绿的，哎呦，我刚才把它卖掉啊，没关系啊。还有什么是白的？十字弓也是绿的。那这样子怎么办？绿的十字弓但它是刻印的，刻印只能自己用。先把白的卖掉。这样子卖掉好了，卖出了。因为如果要把它解除刻印的话，还要再另外花钱，就麻烦了。卖掉比较实际一点。看一下我的仓库啊，把一些蓝的放进去。里面都垃圾。OK，我先把蓝5放进去好了。这个绿色的是什么？哦，自贡好了。放入。那我要把一个拿出来。这个也是垃圾。就垃圾，OK，存起来给我的法师用。我先把这个垃圾卖掉。好了，最后一轮嘛，开。完了耶！看一下，一堆垃圾啊！我们这次的获得了2个蓝5啊！等我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先把它卖掉，太占我的空间了。太好了，看一下我们今天获得了什么？
一把蓝色的四神弓，这是酷寒之矛，应该是骑士的吧？看一下，骑士、妖精、王族，欸，王族可以用欸，哎呀，这样子我的王就可以用了，它可以发动冰寒之锥，欸，大型目标、小型目标都是15，额外攻击加一。那这个妖精用的四跟三好像还不赖啊，对，它还可以发动精灵之剑，欸，额外攻击力加2跟武器命中加2，还行还行。我们来冲一下这把弓吧，好不好？它的安定值是6，对，那我们来用个加5，然后再冲一下，来，不要冲啦，叮叮叮叮，哦，紧张紧张，刺激刺激。OK， 我们现在用这个祝福的武器卷轴。OK， 不要用啊，来个加7或加8吧，好不好？哟，叮，哇，哦，加7加7，有没有看到？对哦，好了，加7其实就很满足了，再上去就爆了吧，我觉得，只是不要赌好了，下一次吧。好的，我们继续呢，要为这个酷寒之矛呢，来给他冲一下。我觉得我的王非常需要他，因为他都是近战，还有他王族可以用。对，我们来强化他吧。酷寒之矛，叮，可惜没有音乐。这个模拟器怪怪的，好了，加5加5加5哦，加5哦，紧张紧张紧张，刺激刺激，开始咯，来个加7或加8吧，求您啦，哦，加7啊，加7啊，哦，哇，额外攻击一加7，好棒哦！没有音乐真是太残忍了。OK， 那这个影片到这边啦，喜欢别忘了帮我分享出去啊，然后记得帮我按个赞，谢谢。